三月的嘴巴，你摸一下牙齿。他牙齿有没有尖尖的？有啊。他吃掉你的耳朵。吃掉你的脸脸。吃掉你的手手。你要不给他吃东西呀、啊？我只会喂叶子给他吃。好。吃叶子的。叶子吃叶子吗？嗯。会吗？鲨鱼叶子在吃叶子哦。嗯。吃完了。吃完了。吃掉了。它叫什么名字啊？鲨鱼叶子哦。它叫游泳鲨鱼叶子。哦，它叫游泳鲨鱼叶子。它可以游泳哦。好，游看看。它可以在水里面游泳吗？可以哦。